早，你好。你好，美丽的花朵。哈哈哈。你过天气吧，漂亮。火疗有辣啊，妹妹啊。火疗有，火疗少。帮我妹妹刚刚装在一起的，要吗？稍等一下啊。幺，他就满意。他老是老不跟我讲话，比我还要快。他在，我怕你不够吃，我多一个腿给你哈。打方便拉面啊。一个鸡脚的汤，两个围观的汤。对，这个是你们的早餐。这个一定要炖，不要给水饺面的。青辣椒够吗？够吗？青辣椒。在这里啊，大概有。二十多年，靠近三十年吧。哇！这个地方也稍微比较偏僻一点。嗯。这两个做鸡脚，你起多一个吧，我还给我。我还什么料？文中。花椒。是的。讲为什么你今天改成文章没事？我帮你改，你等我。弟弟啊，等我一下，我东西煮够。大姐，很薄哎，我推力给你啊。快抓出来！快点，他说两粒公斤。一个大的吃。有辣吗？有，鸡脚有辣，做好了。我下去了，等我看出你看不到我加上了。我跟你道歉，我多一个冬菇给你，让你等我，我煮错了。阿姨，不好意思啊。好彩你有承认，这边在拍比喻哦。如果讲啊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有证据哦。有证据啊，人家在拍证据啊哈。好彩你承认。辣椒。等我，我不能大大个的鸡脚给你，这边我选过了啊，鸡脚没过了，辣椒还有。好。哇。后面鸡脚都做完要完了没有？你如果要吃鸡脚，那你留住先。第一代啊。你还这样年轻哎！扣掉拜六礼拜就年轻了。对呀，你留一份鸡脚哈，这位大哥的。OK， 你给我鸡脚。哎，在那边了。你多了吃。好。大多一包不拉，一包不拉。这个是馄饨面，全部馄饨面。姐，你等我一下。不要急，你等下也不要急。你两个都是你发对吗？啊，对的，就你。对。姓何。姓何，对，还有我的名字叫毕问，没有，真香哎，太雨啊！那个我里面有一个桂皮啊，你帮我吃这个，我送你。里面有一个桂皮，我承认啊。啊 ，OK。然后你要看多了吗？可以。我这边没有跟你下多了哈。啊。还有一包辣，两包水饺，你放啦。不要，没事，对，这边呢是专门买料的。等一下，他到他没有进场。包两包啤酒不错啊。Thank you.
好像冰冰是吧？辣椒。鸡脚车，中文都加鸡脚对吗？你这边拿四五块，鸡脚车五块半，或者是我给你拿。自己拿，今天安迪没有空来给你啊。OK。我问你，安迪早上好，要什么呢？鸡脚面加叉烧是不是？你不要馄饨啊？两个，杜布雷的。杜布雷，光碗汤面，光煮汤面。啊。OK。啊。OK。你的鸡脚有面的啊？有啊，有。OK， 有。好，只要有我给你，没有我没办法。阿姨，你那边也是有啊，赚的会给你啊。嗯，那完了，没有了，你没办法送你。啊，早上啊，刚刚几包，一包加鸡脚，早上三包，一个加鸡脚。你要什么？糯米粉啊。对。要你要的。这边呢、我在大巴要大概五十年了，你就来了，到这边的就没有这样，看都是咖啡店。后来我在四巷罗龙坡大树堡那边做十多年了，做了五光卖掉，我在做脚，自己做，95年来这里，72年在那。80岁，卖了40多年这个。以前在甘公啊。以前在哪里？做卖大戏的，有时甘公做大戏，我就去卖了。很多部长啊，以前李光耀也是吃我的吗？李光耀也吃你的。那个谁也是来买的，现在没有。他们每次也来吧，电视台也来拍，那个小孩子学校也有我。我的孙看到我在卖薄饼，学校有做给他们看吗？
我的名字叫二哈。几多年就开始了？开始了，我的三轮车还在那边。三轮车还在那边，脚在头那边。好，没问题，有什么问吗？啊，我也要一个。给辣椒。辣椒。我的名字叫二哈。以前我在甘榜啊，做炸鸡卖啊，一个买两毛钱。干崩的时候一个两毛钱啊，做大戏的时候啊，辣椒有，辣椒啊一点可以。后来后来那边的，因为我东西全部自己做的，甜酱啊什么全部自己做。做到不可以做才打算了，现在我还会做了，就不要了，看得起来这边看得就跑。儿子都跑了，三个儿子，给你拿去吃，拿去吃了。辣椒，辣椒干锅啊，来坨豆。几时搬来大山羊？三十年前了，三十多一，我在那 ABC 卖了十多年。ABC 啊？嗯。哦。然后这个摊位我自己我搬回来了。那个我们去五年去总统府嘛，你放什么 Blackfoot 啊？你放什么的？哇，我是 YouTube、啊、你看起来不像八十岁。哎呦，我的大儿子都是有什么问题的？啊，那么那个。President's Award。那个总统府的很多，那每次就选一件衣服啊，有以前是多尼丹的。哦，多尼丹的。以前我去。ABC 隔壁啊。几点开啊？下午五点半才有开。五点半才开。哦，可以。你带走的？带走。啊，放杯还是放袋？放杯。放杯的。哦，冷的还是烧的？你要烧冷。冷的啦，冷的。OK， 哇，74。哦，还年轻。年轻。啊？为什么嘛？不会咬人，有你伸直啊，那里会掉。这样啊，可以的，压住吗？它有顶住喽、哦，这样。你压住它就。啊，对了，这样。这个是古早爆炸品。古早。现在年轻不要了，都是有年纪的了。啊，